我们的故事从他的22岁开始，到我的22岁结束，整整5年的时间。在我表现出对你的喜欢，我治愈了他年少的伤口，我就偷偷喜欢你。他圆满了我青涩的初恋。还记得大一那年的初雪吗？就是那时候开始的。以前我一直觉得一辈子一个人也没什么关系，但直到我遇见了你。大雪哥，那个是你爸爸的前站，跟你没关系，你不要被他欺负。你刚才就算是动手，我也会还回来的。我可以保护好我自己，不会，我也可以保护你的。谢谢你给了我这么多爱。生日想要怎么过？我不过生日。这是我陪你过的第一个生日，之后我就会一直陪着你了。是因为你，你不我发现了原来。你笑一个。我也是一个这么好的人。嘉许哥，原来新年快乐。我也这么值得被爱。缺钱的话不用请我吃便当。嘉许哥，你等我长大，我帮你结婚。卡里面有5000块，我可以对你好，我可以一辈子对你好。哎，那是第一次被人这么哄。只要有我桑稚在，我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段嘉许。有我爱他，有很多人爱他。他帮我走出了过去，而我会负责他的未来。我也是第一次谈恋爱，我也是第一次这么喜欢一个人，所以你可别想耍我。所以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：我能追你吗？我不只想当你的恋人，我想当你男朋友。我从来不是独自奔跑，他也在努力地奔向我。没迟到吗？送给你的，不想只当男朋友，肩膀借你靠靠，我还想成为你可以依赖的。没事啊，我在呢。有什么？男朋友在呢。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？别整天欺负我妹啊！这么大人又欺负谁？这公司怎么回事？天天欺负你，只是江阳。如果你去伤害他，他是我们最爱的人，就是你惹他，我什么事都做不出来。不是来颐和上了大学之后才喜欢喝酒了？我不喝酒。从多年以来，让你受委屈了。那不是我抓给你的小钱吗？送给你。我已经成年，虽然可是欺负还是不能做，可我也是不敢做。我坚定。一辈子一个人，我想用一辈子去实现这个承诺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是不是真的年纪大了？这是没有办法给我。但是你不要担心，你不会再是孤零零的。别哭啊，别太深眼睛了。他以后也会有自己的家，我会弥补他。我们已经跑赢海啸了。